派人盯着高阳，看看他平素都与什么人来往。上次我让你去上一局，杀的那匹金蝉死的虾，有没有消息？已经安排下去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娘娘的意思是，怀疑高阳公主。 莫非今日之事，并非王皇后所为？那个叶痕，娘娘，若真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先要禀报陛下？我与高阳情同姐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没有理由害三弟。 姐，今天你也高兴了吧？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再也不曾入过我的梦里？ 参见陛下，媚娘，你已经好几日没吃没喝了，朕带你出去走走好不好？媚娘，好吗？当初。 我刚刚进到这个宫里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叫我，你一定要变成皇宫里面最坏的那一个。只有这样，你才能好好的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最爱的人。可是我不信，我不信他们说的。 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保护我爱的人，可是死了，我最爱的安迪被人害死了，真宗，他还是被人害死了。 是不是我就不应该回到这个皇宫里面来？媚娘，我是不是不应该跟你在一起？我不应该有孩子，要不然我们安定为什么被人害死了？为什么会这样？陈都，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们？媚娘，你没好好保护，朕不许你这么说。 媚娘，我理解你如今的心情，心里的伤痛，心里的自责，可朕又何尝不难过呢？安定也是我的女儿，朕心里的难过一点都不比你少。陛下不想活在先帝的阴影下。 得到你，或许只是一种宣告。先帝能做到的，陛下他也能做到。怎么了？
媚娘，你怎么了？高阳寿宴上，我流产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幅帝女花之锦是有问题的？美娘，你为什么瞒着我？我问了你那么多遍，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这样跟杀人凶手有什么两样？美娘，是你默许了他们的恶行。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你想证明什么？是你不属于先帝，先帝能做到的，什么是你也能做到？媚娘，你还我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孩子？媚娘，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你也不告诉我？媚娘，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你可以恨我，你甚至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不许怀疑我，是朕不好，朕没有兑现朕的诺言，我答应要好好保护你，我没有做到，对不起，媚娘，对不起。按理吴王是该参加先帝的继臣之礼，可他的随行不能带有5000的旌旗呀。陛下，老臣以为此举大大不妥。李克自打宋州上任以来，当地的军政大权他是一手独揽，还在暗自培养忠于自己的势力。陛下，老臣以为吴王居心叵测。舅舅，吴王此番归来是参加父皇祭辰，随行有许多献与父皇的祭祀礼品，当然需要兵马护卫。更何况那5000兵马根本就不会入城，仅驻扎在长安城外的山林里。长安城内光是羽林卫就不少于6000，又有何惧呢？陛下，6000羽林卫要分管外城、宫城和皇城，分摊到每个地方，就那么几个人。如若陛下执意要让吴王参加先帝的继臣之礼，那吴王必须随行精简，旌旗数最多不能超过1000人。朕已登基数载，对于君臣相处之道已有几分心得，舅舅的担心和顾虑朕当然明白，可是吴王的忠诚一年前已经得到足够的证明，他可是在吴王府内救过朕的性命，吴王与朕有救命之恩。此刻若忽然要求其轻装简行的话，不免让人心寒。舅舅，虽然如今朕已有文武百官，可是兄长就剩这么一个。陛下，家事和国事不能混为一谈呐。长孙大人，既然陛下圣意已决，老臣遵旨便是。姐姐，据查，高阳公主近日所为并无异常，只是在王皇后被废当夜，曾在府上召集诸多男宠摆下酒席，大醉了一场。高阳这么肆无忌惮地与男宠欢爱，房遗爱有什么反应？那房遗爱就是个孬种，那夜他也醉了，只不过是一个人躲出房府喝闷酒，醉倒在街上。近日高阳公主对他的态度日渐的冷淡嫌弃，这方一爱时常出去借酒消愁。好，听说李义府的酒量不错，
让他去，跟房一爱好好的喝两杯。是。我最近让你查，这高阳平素都与什么人来往的比较密切，可有查出结果？据李一府大人所查，这高阳公主平日里交友甚广，单是在终南山一带就有四处庄园，时常以狩猎为名结交三教九流。哦，倒是有一事，李大人觉得有些古怪。什么事？高阳公主平素里与吴王还算交好，但就在吴王去宋州的这一年间，他们却无任何的书信往来，倒像是在有意避嫌似的。李大人的意思是，是否要查一下吴王？然后，没有这个必要。有一个人，对吴王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果想要知道什么，问他就可以了。王爷，前面不远处便是长安城了。是啊，终于回来了。三哥，撤！撤！撤！三哥，微臣叩见陛下。三哥，你如此客套，不会是怪朕当初把你牵制宋州吧？微臣不敢。那长孙无忌是不是已经怀疑微臣带来的这五千精骑了？不过三哥放心，朕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咱们回宫吧。好，来，三哥，朕这一年来一直在苦练剑术，一会儿还得向三哥请教一二。还有，朕今天晚上准备了诸多佳酿，咱们兄弟二人不醉不归。好啊。没想到长孙大人也会来这里祭奠安定。公主年幼丧命，叫人心痛，而皇后含冤被废，更令老夫倍感悲愤。在这宫里因这废后而无辜丧命的人难道还少吗？本宫记得太子李忠的生母刘氏便是其中的一个。皇后虽然已经被废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李忠还是太子。大人是有点担心，觉得皇后既然已经被废了，她的儿子太子李忠的地位就可能会不保，说不定会顺势而为，由我的儿子李弘取而代之。长孙大人，我说的没错吧？吴昭仪，你是在威胁老夫吗？小女子哪来的这么大胆量？我只是想跟长孙大人做一个交换，若是长孙大人肯解答我一个难题，我保证太子李忠的地位绝对不会因为废后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你想问什么？吴王现在已经回到了长安，我想问长孙大人，你到底对吴王了解多少？
陛下剑技真是越来越精湛了，稍后必能赢过吴王。陛下，不好了！陛下，黔州刚刚传来消息，废太子李承乾在黔州因病轰逝了。 最喜欢自由，不喜欢喧嚣，希望葬在这里，能如你所愿吧。大哥，三弟也来祭拜你了。三哥怎么知道朕在这儿？微臣一直在御花园等陛下连见，却闻得大哥逝世的消息。 想着陛下和大哥从小手足情深，一定会为他设灵堂吊唁的。果然，听侍卫说陛下在这儿，我便赶过来了。知朕莫若三哥。陛下宅心仁厚，为人处事皆以情义为先，自然便可推测出来。 听起来，更像是朕的软肋。朕这一年来一直在苦练剑术，也是希望能一改朕在朝臣们心目中固有的柔弱形象。朕对于朝堂政务一道，已经越来越熟悉，可是谈不上有什么天子的威严。 三哥，你认为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敬我、畏我，就像他们当年对父皇那样？其实，就算是父皇，当年也不是所有的群臣都臣服于他。所以，要想获得真正的权力，就得立威，就得杀人，而且毫无畏惧之心。 你也是知道的，父皇也是当年玄武门世界之后，才获得了真正的权力。陛下，你若想群臣们真正的跪拜在你的脚下，其实很简单。譬如，你杀了我，或是跟陛下在说笑，陛下不必当真。 为君之道，当然不能这么凶狠残暴。作为天子，还是要心仁术之道。任何事情以德服人才是。罢了，今日我们是来悼念大哥的，不要说正事，就当作是我们兄弟之间闲聊吧。也不知四哥而今如何。 像当初咱们都住在长安的时候，朝夕相处，可是却不知道珍惜。整天你争我夺，毫不相让。到如今，死的死，散的散，纵向拔剑，也是回头望人了。三哥，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争，我只是想兄弟和睦。
好好相处。所以父皇才选择了你。若真的要论父皇的宠爱，朕比不上大哥。要说满腹经纶，朕比不上四哥。若真的要比文韬武略，朕更加比不上三哥。不谈这些，咱们喝酒。我从宋州带来了好酒，送给你尝一尝。来，上酒。来，陛下请。大哥真是好福气啊，虽被贬为了庶女，还有陛下亲自在这儿邀请。不管是庶民还是太子，他毕竟还是我们大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大哥，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亲眷。你陛下，微臣有一个请求。三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起来说话。陛下，你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有朝一日我也像大哥这样时，陛下也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祭奠我吗？荒唐！你我兄弟二人好端端的，为何谈生论死？先告诉我，会还是不会？若是真的有这么一日，朕会。有陛下这句话，微臣愿为陛下死而后已。吴王怎么会反叛呢？他曾在北宫门，在感业寺外，在吴王府几次三番，都是他救了陛下的性命。尹太子建成曾经在战场上也救过先帝的命。越是血脉相连的至亲，一旦牵扯到权力之争，便越要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这正应了那句话：无情最是帝王家。武昭也，此次吴王来长安参加先帝的祭辰，可他竟带了5000精骑，你不觉得这可疑吗？这只是大人的推测，如果大人那么笃定的话，我想大人你一定是有你的证据吧。当年吴王去安州做都督，老夫就在他的府中安排了一个叫李公的手下。这个李公经多年细心调查，最终得出结论：吴王忠诚不二。可就在此后不久，他却离奇的死了，就死在感业寺外救驾的那一战里。表面上看，李公是被人用刀迎面砍死的，可后来经老夫和仵作反复验尸，最终发现有人用一把极薄极快的匕首从背后杀死了李公。在感业寺外，当时在场有很多人，本宫也在其中，可是没有人发现这李公的死就是吴王所为。说不定是杨长史，他是不是发现了李公的身份，所以……不，
吴王善于用兵，武艺高强，刀剑使得了得，这都是众所周知。当日杨长史行刺陛下，的确是吴王制住的，可大家都看到了，吴王用的恰恰是一把又薄又快的匕首。因此老夫断定，杨长史仅仅是吴王抛出的替死鬼罢了。本宫不会贸然听你的一面之词，到底吴王是不是心存忤逆，大人本宫自会去查。武昭仪能这么做，老夫倍感欣慰。不过老夫还要提醒一句，吴王要谋反，他不仅要手握重兵，而且他还需要名正言顺，得到皇室血脉的支持。武昭仪啊，你不妨细心想一想，皇室当中除了陛下，还有哪位王爷和公主与他感情笃深，私下有来往。老夫告辞。瑞安，娘娘有何吩咐？御驾叶挺，我要见废后王室。是。大人，可要派人跟上长孙无忌？不必，当务之急是要将长孙无忌和武昭仪见面一事尽快禀与公主殿下和吴王。你可知废后王室现在怎么样？废后王室颇为平静，或许太平静了。老奴在叶庭当职20余年，尚未见过哪个嫔妃身在此处尚能如此镇定的。此处右转第二个房间便可以见到他。你来做什么？来炫耀你的胜利吗？还是来欣赏本宫此刻的落寞？当初你为了夺走忠儿，不惜毒害刘氏，后来又在宫中大兴压胜之术，想要意图加害我和我腹中的孩子。这一条一条的罪名加起来，足以让你落得今天这般惨状。王玉燕，你怪不得我。你看，你曾经也是这般恬静安稳的女子，何以有那么狠毒的心肠，竟会对一个那么脆弱那么无辜的小生命下手？你到底是怎么对安定下手的？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姿势？是像现在这样啊？武媚娘，本宫就是要看你这般痛苦的样子。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也换不回你的安定。真的是你杀了安定，我杀了你。本宫那日看到安定，就想起了你，想起了平日里以你所受的种种痛苦和委屈。本宫就这样伸出手握住了他的脖子，他的脖子好细，我只要轻轻一用力就断了。
可是他对本宫笑了，本宫便松手了。就是这一笑，让本宫功亏一篑，落得今日这般田地。可是没关系，本宫走了，他依然还是死了。你看，老天都帮我，这就是你的报应。你说什么？你松手了？安定不是你杀的，不管是谁杀的，本宫都感激他。住口！武媚娘，你不要以为杀了本宫，你就是皇后。你给我记着，今日之痛，不过是个开始。本宫就在阴曹地府看着你，看着你为了保住这个位子，一个一个失去你的所爱，看着你继续痛苦，生不如死。也许不是你杀了安定，但是你也起了恶心，存了杀念。我告诉你，凡是想要我孩子性命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一个一个要你们血债血偿。不过念在你让我逐渐看清真相的份上，我可以圆你一个梦。这一辈子你心爱的不就是陛下吗？你心心念念不就是想要得到陛下的怜爱吗？不要。王语嫣，我满足你，在你死之前，我让陛下好好的来看看你，好吗？不，我不要陛下看到我如今的样子，不要。高阳，媚娘，你去叶庭干什么？我刚刚去叶庭见了一下王皇后。那个没人性的毒妇，你去看她干什么？我真是想不出来，安定那么可爱，她怎么下得去手？本来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她，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恨我入骨，什么都不肯说。真是死心不改，明明他屡次害你，可最后他记住的始终都是你如何对不起他。若非当初他那那副浸染了无花的帝女花织锦去害你，又怎么会有今日的凄惨结局？这种人无非与他浪费唇舌。咱们走吧。媚娘，你怎么了？什么怎么了？对了，你不是让我助你处理萧淑妃倒台后的相关事宜吗？这眼下呀有个问题，这萧淑妃有一对女儿，奕阳和宣城，若依照唐律的话，
他们二人理当被一同流放岭南才是。可是，这孩子太小了，若真按照律法处置，多半会受不了颠沛流离之苦，死在半路上了。那就这样吧。以他们身染顽疾，不便迁徙之由，先让他们去洛阳行宫待上两年。这段期间，我会向陛下求情，赦免他们二人的罪行。至于素洁，就让他去做深州刺史，调离长安吧。就按你说的做。媚娘，你终于肯从蓬莱殿出来了，我也算安心了。那我就先走了。果然不出公主殿下所料，吴媚娘在王皇后那里是问不出什么了。此二人深仇已成，彼此痛恨猜忌，很难沟通的。殿下，益阳宣城公主已被送去洛阳，您真的要让他们活下来？让他们在洛阳行宫待上一阵子，半年之后，对外宣称他二人染恶疾死了，然后偷偷的带回长安，藏在掖庭。让他们活着，不需要活得很好，活着就行。让他们相信，他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拜武媚娘所赐。是。这两颗贤妻冷子啊，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看来。今晚他又要和那些小白脸喝到子时了。幸好有李大人陪伴，不然一人在此独饮，着实凄凉啊。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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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大人，我认为啊，房大人这其实不能叫懦弱，应该算是用情至深吧。其实要说呢，有这样一个女子可以让你如此深情，未尝不是一种福分呢。福分，李大人，你可真会安慰人啊！长安城里，谁不知？若论面首之多之轻，以我房家为最，这种福分，谁能够消受得起？王大人啊。我相信公主殿下终有一天会明白你这份深情的啊！喝酒，喝酒，喝酒！哎，没错，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最终陪伴他的人是我，也只有是我。嗯，哎，咱们再来。干！干！娘娘，我去上府局查过了，在王皇后之前一个月内曾接触过库存金蚕丝的只有两个人，分别是含香殿的陈贵人和高阳公主。